温情观子岭珍惜台湾天然资源，世界上最稀有的泥浆温泉，号召农夫群起协力，共创农业乐园。我想要打造一个农业迪士尼，社区营造心灵故乡，探索生命美丽价值。你这个作品安慰到伊的心，所以我们就从社区营造走入心灵的营造。星期五晚间八点，南部开讲在地旅行，走访台南白河，看拥有天然泥浆温泉的莲乡和牵动心灵的故乡。